我叫我让 gay 去死。你说这种话，想跟 gay 女被打的，被 A 挖一挖吧。什么的？好蒙古。人家不是重点。蒙古。我啊，什么蒙古？蒙古屁蒙古哪一刀？好啦，现在我们。我记得另外的结局。另一个结局，你说跟 Eddie 一起出去吃马卡龙那个吗？不是，我记得就看的是新的结局。哦、快点，快点。有。就欢迎来到歌厅。哦，两个都爱你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应该是不选择吧？就是你选择。差了。我记得，如果让他遇到董事的话，会有别的结局，而不是跟 Mary 一起结局。啊、所以我，嗯，等一下，我们再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把 Mary 的花给他？可以把我们的花给 Mary？ 因为，我记得是把 Gary 的花给他的话，才可以让 Gary。然后 Gary， 对，然后就把 Mary 一起。可是这样也很奇怪。这很怪，因为就是说那个永远在一起嘛 ，A 女跟 ID 嘛，然后他爸爸妈妈就好像这，好像就真的是，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已经注定好，就是好像真的有是 A 女这个人一样，然后妈妈就没有怀疑什么，然后可是很奇怪的是，就算这次他们真的好了，可是他们自己不一看就看过，作者你科学个剧情有点，是呀、啊，哎，我要疯了吗？好像是，现在是我今天要去哪里？反正等于是我是不是还有个边啊？对，不吧，很熟。这小为什么 Mary 现在不给我们？因为他现在那个就是就痛，然后等一下就发疯，他等下就被他救下我，他救下我，我可以喂下你夏洛蒂。这个真的去，是没有这个的话，马上就下面去了。我帮你开话，不可我帮你开话，你要发问吗？也要发问吗？是这个。哦，我要发疯了。IP， 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发疯了吗？为什么一个先走了，我们还要一起走？谁要你？不能，你为什么要逃呢 ？Baby， 警察，警察好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啊 ，Mary？ 烧死了！你是乖乖在那里就好了。你要是乖乖在这里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不听话了。你过来，放开我！你推掉了小萝莉。这不对吧？这个是不是重点吧？你好啦，不熟你再来我。放手。有想你恋爱爸爸，现在已经是了。IP， 昨天给你放手。我相信他是美女，他并不人类，他是格洛夫娜的作品之一，可能是跟我们普通话中女人的想要的东西吧，因为他经常是太过。嘿，好冷啊！但你，他其实是几次我们刚才也是，是人家玩一波水电招的。那你觉得他很脸红，我还是离开这里吧。你先把他推了，就把他推了。我看他玫瑰拿走了，拖走。这东西看起来像真的，其实假花。拜拜。这里没人关心。哎，你为什么不看一下呢？因为他昨天来了，知道你梦里了吗？我知道，那为什么不去看一下？可能想回来那房间吧，那个恐怖的哦。然后当时在想，为什么他们把这移开，干嘛不得把拉回来？这边就过不来了。不是，好像可以由这个他自己去往下走的。好 ，Ab， 你先稍微低一点。过最后一步。人家到现在都已经那么多思想了，不看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不是你手段的事情，那么大个子，现在不帮我们拉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前进？哎，那是鱿鱼吗？虽然鱿鱼满天下，却全是水中花。前世是烟火。蹦蹦，怀疑你这个样子真的很格格不入哦。对这个涂鸦来说，总觉得戏份能变许多。算了，反正小心一点，不要跨不过去的难关，我们走吧，艾薇。你跨得过去了就好了，你可以直接跨过去就好了。那个剧情就破了、啊。我们刚才也是一定好好收在玩具。我说要。他就是在那里，把他找出来吧。如果说我们，不过，那不用去了，被你待在这边了。他没来，去美家。
对，这个要记，那个水池这边什么东西要记？因为我现在没有回忆了。去美牙牙。我记得是在外边。不，还有那边。哦，要来了，要了，水桶。啊，这边没有那种东西，为什么就选水桶？这很奇怪，这是 RPG 的地方。你有别的视频？为什么就是要那个可以拿那个罐东西？东西。I be Gary， 你们俩。我说不可以。然后那边我是一个透窗户，就。老师。刚刚你看这里那是吃的，难道还是过来了？啊，你这违法十家伙！我刚刚以为桌上那个是虚的，这真的没错。认错吗？看谁偷的哦，水果。觉得哎，我是一开始是以为它是是水果还是花啊？神这不是重点。现在去装水水。不跳进水里怎样？哎，他没有水箱，跟用水桶吸水。好。水又不吸的，水吸水，水吗？咋？浇花，浇花。嘿，好了。哎，要不？需要水管的钥匙啊。这 IP 有，哎，那 IP 练习，他是一颗眼睛啊。他打的是盒子，打开。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哎呀，盒子上有什么？要靠一个小镜子吗？要是这边能是希望就好了，你觉得会吗？上。小蓝与希望。哎，我说你生生生，这个叫看给予刷。这他们不说的消化食是。Hello， 对了，阿斌，你知道马卡龙吗？是一种形状看起来像饼干，是全家前一间马卡龙超好吃的咖啡厅哦。那个但很美味的，奶油不太甜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离开这里，要不要跟人家一起去散步？一定要去，绝对离开这里最好喽。不对，人家什么也没讲，人家怎么讲啊？总之，一到实话，对话实事就好了。啊。哎，几次了？第四次，这第四次，啊，这第五次，第六次，第七次，七，第八次，八，九，最后是十。好了，现在哪里？好，可以了。原来只是用光反射，还是不错嘛。原来九岁时候就会教手了，那么赞。啊，我记得我这边有笔记。那你还做笔记？对啊，这是好像里面的说明会语录。这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再背，然后这是第三个。上次帮忙玩，我们也找蛮久的。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七个，八个，八个，还有灯。东西在哪找？找一束，找一支。这个要哪一个？对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错。我来了。没有被吹进房间箱里了。对啊，这房间还是大。话说回来，那吹气箱上，吹气箱上也都是没有钥匙对吧？可是是间谍，这会在这里面吗？这看不到。哎，咦，等一下有点可爱，有点酷。等一下又上走位了。要不要先去找那个玫瑰花？都找到之后再去找那个。我说玫瑰了 ，Gary。先去找玫瑰，再找 Gary 好了。因为大概是因为落下的冲击，花瓣几乎。哎，你还有在记哪边了？对啊。不知不觉记起来。嗯。就像我有别的游戏一样，不知不觉记起来他的技巧，还有没记？你有好漂亮吗？你们是吧？全是动一动。哎，我怎么没有骨头点了？好像老样子，应该没有骨头吧？不要生气了。话说回来，这怎么搞的？一个二十岁的土妖自己上了山吗？我马上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吧？这个还是帅。总之得上上去才行。哦，要神走位。哦耶，我厉害。要神走位。那么他喵神走位。OK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拜托。哎呀，让我过去，拜托！哎，怎么那么快？等一下，耳朵有点生涩，叫懂吗？对，给他塞。耳朵好痛。哎，怎么觉得这房间气氛是不是都变了、啊？哦，你一下要发飙了。前一档之后都无法通过，完全被挡住。但是叫我们不要上去吗？现在想通过这里，试着烧烧看啊，烧掉。
妈说也是，这主意好像不错的。人家完全没有想到那米又来这打火机的，说，好，那试着烧烧看。这不科学，他只会烧到一个道路上的，然后旁边都没有烧到。这是他不科学的地方啊！烧掉来一个。我觉得我去拿 BG 这不科学的地方，就说明明还有别的多的白石米，他却拿那个可以怪东西。那就好啦，你要不要？这反正是你不是我想，你是你看到吗？画在里面的图画，我无法现在难过，我们过看看吗？刚不是说烧掉了人的 ID 吗？那他的气好像不过，他用的语气，他就看他表情的话，听起来像把雨烧掉。谁在那里？阿姨还有 Gary， 原来你们没事啊！你们是怎么待在房间的？出去呀、啊！没你，靠近这个房间啊！那，赶快出去呀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滚出去！我黑化了。怎么？把化掉，只剩这个了。求你住手 ！Oh no！ 快走掉，快走掉！哇！哦哦掉！哦，我挂了吗？对。哎，一个小龙鱼怎么不见了？小龙鱼，你怎么还有个红龙鱼独立？原来这是恐龙。那还行。什么感觉？他在挂燃烧里，燃烧台忘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电视，再看一下电视。我们在干嘛呢？还是一样吗？你刚说，我是说你刚说的没有看。没事，是吧？刚才不要我脸，那是啥？第一次没事，没事。鼻子受伤真的太好了，说还爆炸呢？后面呢、嗯？走吧，还没有要爆炸哦。哦，这会有声音，好好、哦。现在才发现。那我把音关掉了。好酷。这另一个世界来打。算了啦，我拉不完的。所以说是有趣，那我现在想不起。快拿！哦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回了吗？哎，我要丢了，我知道他要干。哦，好美。老师，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嘞。我也是，要绕回来。我不是从大门方向出来吗？那我是从哪方向出来的？多取一下，哎，别绕回来。从这边，好像是，还是说我错了？我后面 ，Oh no！ 你不要会掉。没有了。现在有房间了。我走错了。我现在要去哪里？姐的应该解完了、啊、那个谜。我在大求解。嗯？你的画面黑了。没有。求解啊，求啊，不然怎么回去？每个环节都刚刚好了，这也是其中一个，懂吗？到了，那秋姐要怎么回去？现在怎么回去？哦，这里的，我知道。哎，我完全不知道是钥匙。啊，按了，这是我们进房间箱的时候，解钥匙之后就有一个东西通过来的那个。哦哦，对对对。你要小心走，如果说要，我说我小心走。嗯嗯嗯。为什么呀？我又走，我又走啊。没事，很爽。跟路边小通道呢？上错了，通道了。好吧，我可能都做了什么事情，下次再。糖果哎、欸，糖果耶！我都拿到糖果不知道，是上面吧？如果那边的围栏再打开的话，我可以再重来一次。然后前面还有 Gary， 还不错。然后就一不断重复的游戏，永远没有结局。问号问号是，一旦进入了其中就无法回头，也会失去在里度过的时间。这样是你要飞深入吗？这不是废话吗？有些事情看不懂。你给我好好选，你不选。我知道话是什么，梦想的世界。哎，这画面为什么也没说完？难道说要跳进这画中就能回到原样？那怎么样才能跳进画面呢？怎么了？不灵，太有点。如果你说自己讲话就有了。快！我现在的话，你可以继续。可以。成功了，真是哎！哎，也不进来。他妈妈就问那边，我在。是。有这个艾伦，我就去。艾比，怎么了？来，过来看。艾比吗？艾比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次我留了你好久，这样不行哦，随便好自己进来，失气了。爸爸在那边等你，我们走吧 ，ID， 我才不要。不是你叫我进来，我才不要。哎，
叫我自己逛，你不是叫我自己逛美馆的吗？你为什么先要阻止我那边狂奔的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走。哎，不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赶快过来啊！艾比不是告诉你很多次不能说这个吗？跟你什么事？他不是魔人，他是一个罗。这一点都很怕。艾比，你不听，不听话的话，对了，跟人魔人走，可以让人魔人嘛？你会再见，你会再演你大猫猫，跟我不熟。来，人家把你拉上伞，让来。不是，拉上伞，对吧？所以，把手下。艾比，都是有点怂。跟着妈走，妈走，抓美女的手。比起妈妈，我更喜欢你一个，不是吧？好。那你怎么不对？比起妈妈，是喜欢妈妈，更喜欢你的。不对，该说你应该说，比起喜欢妈妈，我更喜欢别人。有木有这个选项？做什么想不起来？走了啦。是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没办法。跟管理去管理看书，每次玩电脑一闪一闪的。先吃饭。你今天没吃啊？你妈妈呢？等一下。要怎么样才可以用到？哦，找到了。那剩下小妹妹。你在看什么？看不看？你看什么？看你啊！是有形状的数字，叫什么？在看你这个什么力啊？你看的是数字吗？倒水，就是被选成这为什么？那为什么还在笑呢？突然跟你说的话，椰子很困扰。他说话白又那么拜拜。不给人回来，回来，不给人，怎么是你啦？你这个，哎呀，难道你在看这个？哦 no！ 了不起啦，我想，我不给你，给你，执行解决，执行解决。角落的记忆，要不你执行解决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他们当初破的那个结局，是最烂的结局。哦，那我冲了，也不是。你还知道什么？算了。这不对啊。不是吧？他冲来了，不，我不玩了。路过，快点路过。觉得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有点。我觉得我现在要结束了，而且刚刚快走。我现在把窗台开我背景，你继续吧。你继续。